大家没有聊死掉。我电脑弄坏了。说飞机好了。电脑还没弄坏，不错。过年真的有胖到五公斤。而且我觉得好像搞不好还超重，因为到五公斤以后我就没有再去看他了。对。这有明显的，比如说裤子穿一下。有啊，我今天来原本造型师是有帮我准备另外一件裤子，是年轻的准备的。我刚刚在光穿的时候发现好像扣不起来，所以我就穿了自己的牛仔裤来。胖最明显的地方是肚子，肚子，突然，我让你看出来。可是你有觉得是过年？吃了哪一个东西，感觉就是比较很爽，对，比较负担比较大的。没有，就是都吃啊。所以那时候吃完全没有罪恶感。没有。都没有自己。没有羞耻心。过年嘛，就是不要在这时候跟自己计较，对吧、啊？因为这个年过完，接下来一整年又要继续吃空气。有没有吃空腹？没有，开玩笑。要不又想要开始断食？没有了。所以这次的减肥就不会让自己变胖。不会啦，其实就是，我觉得应该是讲说，只要回归到你正常的饮食习惯的话，原则上它都会受到一定的正常的体重，对不对？那它会胖，一定就是你一段时间的暴饮暴食嘛，对吧？那只是那个时候在暴饮暴食，对吧？那开始回到工作。吃的餐比较少了，量也比较少，它就会正常回来，然后你也不用特别太那个了，希望是这样。所以你有预计大概花多久时间把这种胖子减下来？下礼拜就回来了。阿妮，对，下礼拜就回来。所以你花一个礼拜胖了多少？对，十天。所以你这次打算怎么减？没有怎么减，应该就像我刚才讲嘛，就是回归到正常的饮食习惯，对吧？现在就没有胖了。你这次难得可以休这么久啊，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，但是就是都很充实啊。就是说，我真的是因为我回去我爸妈家住，然后我真的睁开眼睛就在吃，对我就每天睡到差不多一点两点起来，然后就开始吃。而且因为我很少回家里住，所以我妈就想要喂我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早餐不是就是一般的那种早餐，那早餐是一桌的那种早餐，就是是一桌菜的早餐。对，就是很早就是起来哇，吃早餐是吃那一整桌，还有汤啊什么的。早餐全席。对，是一整桌的那种，然后就吃完以后，就喝杯咖啡，喝杯咖啡，我妈说，咖啡可能要再配个饼。我就拿些糕饼出来配，吃完糕饼是吃个水果好了，再吃个水果，吃完水果我就先吃点零食，差不多要煮晚餐，对，东西就这样来。那你这次有自己下厨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就是没有。那因为通常过年一定都会被关心一下进度啊，尤其是大人，就是一声不响就又结婚又做爸爸。对。对啊，那你有被一直问、逼问接下来的婚事的部分？没有啊，家人都反而不关心，他们都问腻了，对吧？所以家人从而且他们都不用去关心这个事情，就是大家会帮他关心，比如说你们会帮他关心吗？所以就看他新闻说哦，还没有钱哦，对，我们大家知道。所以该不会现在已经着床了吧？没有啦，毕竟我们家曾经被骗过啊，所以还是。稍微好奇问一下，没有阿宝被骗了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着床，什么着床？那因为今年就是大渊就是生了嘛，所以他有带小孩去找拜年。没有啦，因为其实就我们是有约一个吃饭，然后小朋友就是带出来走走这样。所以他有牵拖着你，就是要做伴郎这件事情。伴郎婚礼，没有，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伴郎。如果啦，假使对，因为比如说，以前也不是那个问题，是功能性上面的问题。
功能性。对对，因为其实靠腰，我刚才听我在讲什么。好，我刚才讲到哪里？功能性。因为小春结婚的时候，大约是那个什么叫什么？总招待。总招待。对，所以我应该也会是那个角色，因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个认识，我们共同所有的朋友是唯一只有这三个人，对，就是所以我一定会去做那个角色。如果我去站在旁边当伴郎的话，就没有人去做这个角色，对，所以我们的位置刚好就是会在彼此的婚礼里面当这个角色，嗯，因为你总招待是必须每个人进来都知道他是新郎的朋友，然后他跟新郎的朋友谁谁谁好的坐一桌，不好的坐一哪一桌，你要知道怎么去巧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预计什么时候办？没有哎。但你目前是大院小孩的嘎巴的对，英文可以。对呀对呀，非常洋派，非常洋派。所以你有怎么？你有觉得自己是很宠小孩的那种？我觉得这都是这样子啊，干爸爸就是这样，不用负教育上面的责任嘛，你就是一直溺爱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宠坏他，然后让父母亲去收烂摊子嘛。对，就是通常都是这样子嘛，不是这些小孩子，你都会说啊，妈妈说不能吃糖，妈妈吃一个没关系啊，吃一个，不要理你妈这样子。啊，不能看卡通，再看一个小时。那他现在比较爱你，还是比较爱你的手机啊？你说谁？我说那小孩啊，好小啊，是一块肉而已。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底子。现在不是刚出生就会滑手机吗？我可能看你小孩。我等着看他怎么说。对对对。那你除了包红包，你有送他什么礼物？有啊，他有送一个，好像是书桌，是不是？有送床啊。床。是我那个床超酷了，他是可以，因为小朋友的东西，他一下就是要换。对，然后他是可以从婴儿床，然后再加。他可以加大，然后到时候变成书桌，就是他大一点开始可以，就是坐在书桌上面读书的时候，他可以，他这个木头是可以哦，那个变形组装的书桌，对，所以他一直可以一路用到他小学，就那个床不会浪费掉。现在都用这个样子，卖婴儿用品就是你必须要可成长型的，嗯嗯。所以你不会因为就玩别人小孩玩一玩就开始套吗？嗯，怎么了吗？我说你会不会就玩别人的小孩，觉得小孩真的是太可爱，就决定要开始无套过无套生活？好尴尬啊！不是我在想，这跟无套什么关系？你要无套就无套、啊。就是你也会想要小孩啊，就是、你自己也会觉得想要自己。啊，那你就是要问嘛，不要把无套生活，无套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概念。不会啦，就是我自己跟爸妈。就是像我之前讲的，就是我也希望，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可以是那样的状态，是希望我自己也是准备好的，对吧、啊？就是我是有时间可以陪他的，不想要太忙碌的。所以目前忙碌的状态，你是觉得还是很忙吗？我是觉得不是很理想。对。那因为那个什么发新专辑嘛，那你的演唱会进度到底是什么时候？今年的几月？其实一直都是从去年延到今年，去年八月，然后今年八月，我们是计划是这样。可是问题是，就是现在的疫情状况，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任何事情。但是我们能做的前置，我们都会先做。对，其实就像去年一样，去年也是我们都有在前置，都有在准备，那是最后没办法下蛋了，然后我们就停下来，然后不然我们就是会不行。等到我们就思考，我们的思考也是，就是我们就。都是以最好的期望值是他能够办，然后我们前面该准备的东西都会一直照走。那、如果那到时候有什么状况的话，我们也是尊重、就是，就是政府的决定或者对。所以还没八月。八月是八月啦。暂定是暂定会是八月。那你今年还有什么？比如说工作的计划？拍电影啊，今年有戏没有？有可能就是把还没拍完的拍完。哦。今年其实他之前的电影还没完全拍完。哦。今年就是 AR 的那个，今年会上。可是其实还没拍完，还没拍完。还没拍完。所以还没完全杀青，对不对？嗯。
但你这是应该算杀心的啦，只是要补一些东西，要补着。那现在爱上演戏的意思，演戏不错哎、欸，演戏不错，演戏不错，好玩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因为是之前菜嘛，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，真的还有很多要学，所以就觉得。世界很大，然后那种感觉很棒，对吧？因为最好玩的地方在哪里？最好玩就是，如果你真的很进入那个情况里面，我这样讲听起来都是一个很菜的演员会讲出来的话。就你很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，你每天起床就是去上班的时候，你都觉得你是那个人的那种心情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对对对，就真的觉得你是他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蛮那感觉蛮有趣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不就代表你有点就是有到时候还要再花时间出戏，就是我拍完的话，我都有录戏拍摄。哦，我没有到那么厉害啊，我没有到那么强，所以我蛮容易出戏的。可能你们看也会觉得蛮出戏的。你之后会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？我自己是觉得那种动作片，武打的、杀人的。是床上的动作片。床上的动作片。是打的那种动作片。先站着动作吧。所以如果是李安揪你的话，你愿意为他做什么样的牺牲？我觉得你有问过问题。怎么吗？我觉得不是开工了。哎，这个真的是，我觉得你讲的很好。李安怎么说怎么做。嗯。那你有想那个什么，接下来你说尾牙今年神到了，去年神到了，对啊，没有包到。那你今年你们公司会有春酒？没有，那你直接逃过一劫，去年丰收哎。对啊。那个有要想要怎么样回馈你的同事？所以我现在混得好。我现在是，所以我现在整个人是属于是一个很大方的阶段。我刚刚一来就说啊，泡红包加码，我这个人这样好说话。对啊。然后看到我们现场这么多人，就说啊，人太多了。太多，看，没有太多了。对，我以为是发面积量。哎，这个也会办发面积，会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帮他后面。OK 了吧？收工了，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